阿边冇派出所啦，阿边唔知有冇厕所咧？哎呀，你唔好讲啊，我都好急尿啊！救命啊！ 我以为你入唔到啊！你闩我先，攞锁匙俾我，开咗先啦！你！做咩啊？
我走了吧，又话好挂住我嘅，出嚟啊！东哥，上次玩得你好冧，想玩多次啊嘛？ 把枪放下，你开枪，我仲有成排子弹。趴下。
啊，靚女，做一樣似嗰樣啊嘛，咁似噶。哎，過嚟頂住檔先。五個，開曬。十五個，十。死咗啦，飲。阿老細，唔好意思，你等啲。喂，仲好講，成晚得條女，罰你飲咗佢。哦，飲酒冇問題，不過介紹靚女俾你識咧。啊，又真係幾靚喎，咁又唔同。嚟嚟嚟，乖乖地坐低先嚇，我飲咗呢杯佢，飲啦。係咯，靚女，老細咁俾面，你一飲正佢啦，係咪？阿晚座老細，我先走先啊。啊，嚟啦。好。打親電話翻嚟都係電話錄音嘅，我阿媽，你 uncle 同你阿温哥華揾咗間學校噶啦，睇你幾時過嚟讀嘅啫。你翻嚟打個電話俾我啦。仲有啊，得閒去鐘叔嗰度飲湯啊，知唔知啊？係咁啦。Hi Jane, John 啊，又阿天 call 我。By the way, 我家喺 King's Pub Happy Hour 啊，翻嚟 call 俾我啊。Bye。Jennifer Young， 我係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嘅 SSP， 姓張。你听日3点嚟 OCTB 总部见我，系咁。叫你嚟差会饮酒，发咩牛豆啊？嚟啊，陪我差两板。好啊。嚟咯，10个10个，哈！你输咗啦，靓女，10个10个啊嘛。好，我饮。诶，边个话要饮酒噶？要石石噶。我哋一早讲明噶啦，今晚边个输咗你就嘴一啖。咁你唔好彩啦，我都唔想噶。嚟啊。诶，你要嘴就嘴佢，唔关我事。唔该借命。诶，边个话唔关你事噶？你同我猜噶，坐低嘴啖先。你有冇搞错啊？我嚟玩噶，唔系你打噶。咩事啊？你条女好串啊，输咗打人嘅。对唔住啊，我打你得唔得？呢张系我嘅卡片，俾下面咧。嚟啊嚟啊，入房坐入房坐。老细，呢边咧。你冇事啊嘛？坐。Thank you, sir。你当咗2年差。Yes, sir。申请过3次赔枪。Yes, sir。但你3次持枪测验都 fail 咗。我报咗名参加第4次，而且保证唔会再 fail。如果有单 case， 好需要你参与，而且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你会唔会自愿参加？呢次任务系自愿性质，你嘅决定唔会影响你嘅记录。我愿意参加。喂，愿唔愿意都唔系咁对我啲客话，做戏要做全套啊嘛！你睇我今次搏得几准？搏时搏，唔好搏懵啊！哦。我是这样的啦，挂在手上的啦，我。放心啦，我会看着你。话时话，你的样子不是差的，为什么做差婆的？个样子差才可以当差的吗？我不是，随口问一下这样的，好奇心啫。我也奇怪，你的样子也挺好，为什么有人不做做龟公？阿 Madam， 你几有幽默感的。这个人叫陈康，中国籍，25岁，表面职业是卡拉 OK 经理，其实是靠扯皮条为生，经常穿梭中港两地。1995年1月被警方拘捕，控罪是依靠妓女为生，但我们发现他和我们的目标有密切关系，最后安排他成为我们的条件证人。条件不差的，50万花红加澳洲护照。我不是贪钱的，那50万是少啊，澳洲护照是大嘛。正所谓海阔天空任我飞，绿洲悠悠任我闯，爽啊！咁有理想，唔似你喎。啊，唔系喎，实际啲嚟讲咧，就唔好等俾人刮到我。得咁啊，两件鬼妹，有乜两只牛揸牛奶过日神，会几好咧？有冇兴趣一齐去啊？我冇兴趣做你啲鬼妹。哦，我唔系谂住要你做我鬼妹，我谂住做我牛五解嘅啫。你去哪儿啊？他就到了。我们今次的目标
叫任东，35岁，越籍华人，是中港澳十大通缉犯之一。1988年10月，在观塘金浦鸣枪行劫，伤了3个警员、8个行人。1990年1月，铜锣湾百货公司炸弹勒索案，事发引爆炸弹，造成5死17伤。同年5月，在大陆汕头涉嫌走私拘捕和公安搏火，引起严重伤亡。距离了，任东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香港高等法院门外，枪杀一名受警方保护的控方证人，还制造混乱，造成18名记者及途人伤亡，最后成功逃走。你的任务是将他引向我们部署的别墅，配合我们的拘捕行动，减低无辜的伤亡。来啊，饮杯先啦。他曾经受过军训，对军火非常熟悉，经常制造混乱，令警方投鼠忌器。咁啦，他不信任身边任何人，经常枪不离身。行动中你可能遇到粗暴的对待，如果情况失控，我们会立即采取行动。SDU go go go！过程中，你极有可能成为人质。开头，打爆佢头！要表现出歇斯底里，分散匪徒的注意力。表露身份，对匪徒来讲，有一个警察在手，好过10个市民。唔系警察，哼，咁啊有数讲啊！你咪听我听住，我依家教咩仔，有没有？10分钟之后停喺后门，俾我见到一个差佬，我同你冚家铲一镬数。打头啊！打头啊！我要你报告位置 Team 1 Target 0900 AIM Team 2 Target 0600 AIM Team 3 Target 0300 AIM 在人质安全的情况之下，向目标的头部开枪，记啊 Clear Clear人质出现了，我要你 stand by。Team Two， 命中机会，失误。Team Three， 命中机会，追停。Team One， 命中机会，追停。目标已经改变 ，repeat， 目标已经改变，向目标持枪强手射击。命中機會 ，Team Two， 聽 ，Team One， 聽 ，Team Three， 90， confident。
天飞，随时发射。Hold the fire, hold the fire。点啊？天飞，一有机会向目标头部发射。Clear, clear。张Sir，唔该过嚟呢边。好啊，唔该。我哋今晚已经成功咁制止咗宗鞋劫案，根据线报咧，俾同个目标系保利。话咗唔做又做，你想吓死我咩？而家咪搞掂咗咯。呢次大话夹好彩啫，下次啊，下次更加有经验。仲有下次？放心啦，钟叔，我大个女，我识得照顾自己，你都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。就系知你唔衰得，样样想认第一。你系想当差嘅，咪抄下牌，压下反，使乜搏到咁尽啫？呢啲系本分嚟噶嘛？好学唔学，学埋你老豆啲戆居嘢。你睇我当咗几十年差，行行企企，咪又食长粮。系喎，李志昌仲系处男喎。乜离谱话法啊？台昌好过瘾啊！台住佢得个重字，掹出嚟仲大镬，写棵字写到手软啊！我哋有两个同事受咗伤，影相冇你份噶啦，行啦，送你翻屋企啦，行啦。根据我手头上面嘅资料咧，系超过五十枪，但我呢度强调。整个过程都是 under control。跟住佢。知啦，妈，你唔使担心啊。阿爸都系当差噶啦，你又嫁佢？系，我冇话 uncle 对我唔好，我自己有分数噶啦。我哋唔系干涉你，不过当差始终唔咁好嘛。喂，声嘅你听下。
喂 ，Jennifer。喂，阿嫂啊，阿钟啊，系啦系啦，你都知你个女嘅脾气噶啦，得啦得啦，我会帮你睇住佢噶啦，你放心啦。好啦，拜拜。唉，佢虽然唔系你亲生老豆，但都同你老母咁多年啦。你就算唔中意佢，都好声好气同佢讲几句，无谓要你老母咁难做啊！鬼叫佢话当差唔好啊！咁即系话埋我老豆，仲话埋你添啊！咁我又唔帮你，女仔人家当差始终唔系长远噶嘛，玩够就翻过去，读书又好，嫁人又好，啊，点都算系一家团聚啊嘛，啊！你都唔啱 key 嘅，唔同你讲啦。系啦系啦，唔讲咁多啦。你早啲休息啦，我都走啦。诶，记得听日嚟饮汤啊。得啦。靓女。我哋又见面啦喎！冇啊，有事慢慢讲。阿姐，唔好乱嚟啊！听到未啊？慢慢讲喎。咁我哋坐低慢慢讲。你冷静啲啊！有咩事都可以倾嘅啫。你有咩要求，我哋会同你合作噶。咁先系合作态度啊嘛。钟东，嘘，唔好咁大声。我而家信你同我合作啊！你唔似咁细胆啊！头先抱我嗰阵，你咪好勇嘅。你唔好怪佢啊，当差都系打份工嘅啫。你有咩要求，即管讲啊！靓女，我想要翻我只耳仔，你俾翻我。俾翻我，佢点俾啊？未俾啊！哦，唔惊啊，系嘛？如果我而家开枪，你估会点啊？咁我开啦嘛。试过开枪未啊？开枪好好玩噶，试下咧。唔好啊！唔好啊！系咪想帮佢？咁就要一枪致命。自家当咩差？尤其洗啊衫煮下饭，男人翻到嚟，擘大个鼻咪得咯，搞咁多嘢做咩？
好先，好先，嚟，冬哥，我哋一定要新闻部公就嚟接你啦，知你一定冇事啊。系啊，我已经 book 定间房等你翻嚟，咩餐饱噶啦。你快啲出手啊，而家风头火晒，大家揾个地方避下。对唔住啊，冬哥，我哋唔知嗰个陈康咁反骨嘅，等我落香港搞掂佢。系你咁蠢嘅啫，我早已经睇咗佢成个影仔样啦，你哋信佢啫，我就唔信啦。哦，知你唔早啲讲。 系咯，我哋估都估唔到啊！估唔到，估唔到。诶，你过嗰边睇下，有冇人听到枪声啊？哦，嗰边啊？ 唔冻一走咗啫，哼！佢哋就龙女鸡作反。呢条友啊，上咗山头单嘢都有份噶啦。呢啲咁样嘅人啊，死十个咪当五伤。告诉其他分局，盯住了所有可能接触贼赃的人。系，系，记住睇紧啲啊。嗯。通知香港警方，申东逃过来了。系。 大家对呢件事都觉得好遗憾，你暂时唔好谂咁多嘢，静心休养。总部已经安排咗你调职，同埋接受心理辅导。其他嘅嘢出咗院先再讲。有冇任冬嘅消息？佢翻咗上去，冇谂咁多，好好休息下。 搞错啊！讲明五十万加澳洲护照，而家我命又搏咗啦！你裁俾张良民证我当算数。我已经尽咗力，上头唔批，我都冇办法。咁即系揾我笨啫，我明明睇住捉咗佢哋嘅，而家走得咗，关咩事啊？唔通有十足巴俾你哋啊？如果你愿意嘅话，我谂大陆公安都欢迎。阿 Sir， 我而家处境好危险啊！任东随时搵人杀我啊！你搵人保护下我啊！我哋人手唔够，对唔住。 咁我打你啦！你拉我入去坐监得唔得啊？咁样得，不过里边好多越南仔嘅。长命百岁。我有事要你帮手，我送你。多谢啦，皇家香港警察咧，我信唔过，拜拜。 咩特嘛？想让我去街咧，就等我心上车。你个诚意，做下你都冇乜所谓，小心之枪。我知你讲晒啦，你温住我冇用噶。呢度系37万同埋条车匙。你话俾我听，任东喺边？
我冇感激你。你揾到佢都冇命感激我啦，有诚意啊！我唔止三十几万啦话。呢啲已经系我全副身家。咁悭啲使啊！哦，你唔系话再揾任东啊嘛？唔系我，系我哋。讲少，想死二个，要我同你上揾任东就冇得倾 ，sorry。讲明一个人噶嘛，你而家有两个，咁咪差唔多。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！你又想做咩啊？食嘢啊！有冇搞错咩？度佢同你有仇啫，我冇啊嘛。呢度系佢地头嚟噶，随时俾人子弹埋嚟，死都唔知咩事啊！我未娶老婆，未生仔啊，系咪你一手包办啊？你老细，两个碗仔翅，一条老鼠斑，半斤白菜啊！快啲，唔使理佢，唔该俾两碗牛肉面。牛肉面要加辣啊？唔辣俾钱啊？嚟咧，玩够未？玩够未？啱啱先开始啊！喂，老细，呢度冇空调嘅，点会生意啊？哇，做咩啊？你条粉肠啊！我话唔难俾钱啫，唔使闹咁交关啊！你都未落辣椒，点会辣啊？你咪玩嘢啊？哦，你知道玩嘢，我就玩俾你睇。你再度搞事，我搵公安嚟噶。对唔住，老板，我朋友有啲问题噶，我赔翻500蚊俾你啊！你买我件衫。哇，500蚊件衫发达啦！你唔好攞嚟衰，我可以咁样嚟就预咗冇命翻去。我知道你怕死，但系唔通要杀你都等我哋揾到佢，佢先至有机会。我要杀你就随时都可以。咩啊？唔好咁耐，小心你支枪走火，上面滴紧水啊！放支枪先，放支枪先。喂，司机，咁大嘅架车，佢啊，佢先揸车噶。咁啊，喺度啊，冇感觉咩？讲咩冇？变咗又坐车啊？香港系咁坐车噶？咩啊？喂，公安查车啊！好啦，开车啦！唔好冤枉啊！支枪系佢嘅，唔系。队长，杨小姐，我是刑侦队的，我姓于。我们已经收到港方通知，知道你的遭遇，也理解你的感受。不过你要知道，香港警察在国内是没有执法权的，况且。你们是非法入境，长官，我是冤枉啊！是他逼我上来这里的。基于你情况特殊，我方已做出特别的安排，会在明天送你回香港，由港方处理。长官决定英明啊，我们一定合作啊。不过磨了一粉。啊？点解啊？听说你刚才在车上持枪，引起恐慌。阿 Sir， 支枪系假的，佢打紧小怪啫，唔使就你正法啊！
这就是你刚才拿的，连你也分不出。只系佢嘅，唔系我。我们很清楚你的背景，看你合作态度了。队长，诶，呢个使唔使抢啊？最衰都系你。有消息，佢上吊啦！今晚7点喺金龙饭店。 先送他们回分局。系，你好啦，听日翻香港啦，留喺我度坐监。拉任东，拉任东啊，咪斩嚟杀我！如果死咗，你拣住凶手，你同任东有咩分别啊？有咩分别啊？有咩分别啊？收声啊！收埋声啊！ 唔好打我啊！唔好打啊！落车啊！喂，你玩咩啊？太后，我叫你打头啊！上车！喂，你又玩咩啊？阿常唔关我事啊，我被逼噶，我被逼噶。杨小姐。 你应该知道你咁做后果系好严重噶。对唔住，我系迫不得已，我会向于队长交代嘅。转身，唔好喐啊！喂，快啲啦！对唔住，你知唔知自己做咗乜嘢噶？再俾人捉翻啊，就冇容易翻香港啊！唔打靶坐监啦，抢枪。 咁啦，你当咗我好心，你肥我一枪推我落车，咁算啦。怕车撞啲希望啊！我唔知你癫到几时。呢支真枪唔系假枪嚟噶，希望你合作啲。喂，你既然咁有决心揾任东，都冇理由要坐而家公安车周围走啊！不如换个部车好唔好啊？你唔好玩嘢啊！ 我咁嘅样，你玩得啲乜嘢啊？落车。啊，落车。啦啦啦啦！买架单车俾我。喂，唔系噶，喂喂喂！ 飞啊！嗯嗯，港币啊，我哋周日人民币喎，啊，走先啦！贴贴贴贴士啊！喂，我哋唔收贴士喎，系咪？佢系麻鬼烦啊，真系！喂，我都讲咗我哋唔收贴士啦！喂，有收购嘅，佢系逃犯啦，佢系逃犯啦！唔系，我唔系逃犯，我唔系逃犯。 队长，队长，快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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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啦
老细，有锤仔啊！老友，咩事啊？咩啊？睇下得前面啊，睇后边咩？俾女仔追到咁惊，如果俾公安追嘅，你咪惊到濑尿。公安同志，你唔明白啊？我同佢睇过一次戏咋，死缠烂打啦已经。喂，唔该晒你。已经走咗啦，仲惊咩啊？走啦。吓！你逃犯，仆街啦你！点啊？老公啊！喂，你做咩啊？走！拜拜，拜拜。老细，呢边啊？乜咁迟啊？等你成半粒钟啊！坐坐坐，唔系啊嘛，炳哥，连我你都信唔过？老爷，出嚟老爷，信得过人都信唔过自己啦。我呢镬嘢啊，完全睇晒东哥头噶咋？你都知道呢排出边个公安啦，睇得好紧啊。系啦，批货咧，有东哥就有正货，最怕你冇钱啫。二三百个嚟讲，毫无问题。以后合作顺利嘅就大把世界，啱唔啱啊？伙计，阿亮，老细，点咩啊？我呢条翻嚟，好好翻嚟啊，十两重到啊，哦，两重唔要，好得得，而家你谂，好好，明白明白啊，一路一路等东哥。你玩够未啊？我唔理你玩乜嘢啊！你都冇拖我落水啊！我命薄咗啦，你得个吉啊！而家唔通走咗关我差事咩？好啦，你差佬唔俾钱我，又冇护照，我都算啦。但系咁样都唔使死系嘛？我知道我咁做好唔啱，但系呢件事只有你帮到我，我求你。你想癫，我唔想陪你癫啊！你想死，唔想陪你死啊！我冇要你陪我死。只系求你帮我揾任东啫，你冇咁傻啦！俾你揾任东杀咗咁点啫？你最多咪攞份章，咁证明到乜嘢？证明你勇敢啊！呢个杀所有嘅人啊，报仇！嗱，报仇！从此俾人玩我啊！你讲得咁轻松，因为受害嘅唔系你，我可以去结婚生仔，我可以呃得到人哋，但我呃唔到我自己。揾到任东，就算我同佢揽住一齐死，起码可以证明我自己唔系因为惊佢而失败。如果用死嚟证明自己啊，你咪戆居咯，你明唔明白啊？你呢种人，除咗有着数之外，有咩唔系戆居嘅？只要有钱揾，请皮条做龟公，对你嚟讲都系神圣嘅。系啊，我天生下流之家，点会同你一齐啊？放走，放走，放走！你揾到佢，我唔会放。放锁匙，锁匙啊！八婆啊！你个癫婆，你以为自己边个？你连我胆情啊？俾呢样咪斩你送死，知唔知啊？我嚟啊！放手啊！你真系唔好嚟啊！哎，不来啊！你不来啊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
唉，你想死咪有得人咯。嗱，我每次 call 佢咧，都系打呢个电话嘅，搵唔搵到佢咧，我就唔敢包啦。诶，乜唔系有张 check 嘅咩？你知啦，走佬要水球噶嘛。咁清楚先打俾佢啊，知唔知啊？帮我装埋锁匙。嗰度系我屋企锁匙。顶你啊！我都话啲女人信唔过啦。哇！喂喂喂！对唔住，只要证明呢个电话可以揾到佢，我一定放你。点证明啊？二三四，陈康在石浪招待所305号房等他。我死紧啦！你唔好害我啊！成爷，陈康个衰仔找东哥喎，通知东哥。喂，唔系有咩唔妥啊嘛？队长，唔系几对路。队长，杨凌同陈康走甩咗，仲抢咗支枪啊！行动！走啊！有好多公安啊！走啊！慢用，放低枪！放低枪！放下枪！你咁样只攞嚟靠飞啫，你放心，佢开门都仲未睇清楚你，我已经打爆佢个头。打中就系啫，打唔中咁点啊？我坐喺度饮个啡，我一定会打中佢个头嘅。喂，乜仲未瞓啊？闩好门啦。唔该。如果头先个任东啊？你同我死咗啦！唉，咪啦，靠自己。啊！上次我玩得你冧，你家好挂住我咧。系，你而家嚟，我好挂住你。唔使心急，唔好咁后急，我好快就嚟揾你噶啦。喂，先生，你揾人哋租房噶？
你攞鎖匙俾我，開咗先啦！你俾你。 出嚟啊，东哥！上次玩得你好冧，想玩多次啊？
街坊冇好大意嘅你真系，劈埋一面唔理你算数啊！死八婆又唔减肥，贵姐咁重，我唔系好熟嘅咋，我见佢喺个女人喺街好似好惨咁啊，得佢上嚟搵你咯，我系男人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唉，唔理咁理，一句讲晒啊！我唔理你卖咗佢又好，掟佢落海又好，总有医好佢啊！得啦。 你放心啦，喂，叫我同你老友咁啊！喂，日子整部十六俾佢叹下，好嘛？系买先有讲，我真系买噶。你快啲啊！喂，借二千蚊嚟啊！我赶住下昼三点钟搭船啊，翻香港啊！咩啊？你快啲借二千蚊嚟啊！记住话啦。喂，你我搞掂啦。 进来，队长，这是陈康的背景资料。集合几个人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是。换咗衫先啦，食饭。做咩？我读噶，我都佩服你啊！够姜单多条女上嚟搵任东。 明知自己唔得嘅嘢都去做，可能呢叫勇气啦。做人除咗有勇气，仲要有原则。都几啱 feel。我以前都好讲原则嘅，好似啲客冇钱嘅，我唔接，无谓女白做啊。好啦，啲女有病，我又唔接，费事啲客濑嘢，我份人好公道噶。咁都算几有职业道德喎。 不过后来啲人咧就话我奸客，唔帮衬我，啲女咧又话太严格，又唔肯跟我，嘿，搞到冇啖好食啊！
我而家醒咗啦，唔理乜女乜客，话知三花柳啦。最紧要擒起信，我而家先发觉，原则系跟住环境嚟变。唔阻我食饭啦，多谢你关心。粗嘢嚟嘅咋？喂，阿康啊，出边有人真系刮你啊！你搞咗啲乜嘢啊？冇嘢啊。喂，一场同我兼老友，你都唔想我衰噶？不如你揾笪地方。得啦得啦，佢咁样，你叫佢去边啫？你等佢唞咗两日得唔得啊？你都好耐冇翻屋企啦，不如你带佢翻去探你老豆老母啦。我唔想打搅你。唔会啊，反正我好耐都冇翻乡下，今日着草兼度假唔得啦。喂，佢哋谂紧乜嘢啊？你话如果呢架火车去澳洲啊，几好咧？点解你咁中意去澳洲开农场嘅？咁点解你咁中意当差啊？我老豆当差。哦，好在你同埋担屎啊，哎呀麻烦啦。乜佢好威嘅咩？啱啱相反，省仔一名。喺我十二岁嗰年，佢死咗。因公殉职。cancer。咁都关你事？我细个最唔开心，就系见到啲人用我爸嚟吓啲细路仔。唔好喊啊！再喊咧，我系叫差人拉你噶。我好想告诉他们知，差佬是捉贼，是不会虾啲细路仔。我爸不会虾细路仔。但是到他死嗰日，他都未曾捉到一个贼。啱啊，继承父业，啱听啊，我都赞成啊。咁你老豆是归公咯？你老豆归公。细细个嗰阵时咧，老豆咧耕田咧，日日都摆喺我后背上边，俾乌蝇由朝嬲到我晚。我老豆同我讲啊，嗱，等你大个仔咧，我俾牛你。我话老豆，我唔中意耕田噶，你俾牛我冇用噶。佢好嬲，佢好嬲啊！我镬打到我咧，高贵气，攞起牛卖贵咗，咁啊走落香港。你咁憎耕田，又会谂住开农场嘅？因为我临走嗰时话过，我一定会还翻一千只牛俾佢。喺澳洲有一千只牛，佢都睇唔到啫。但系佢话俾人听，佢仔喺澳洲有一千只牛。一千只睇唔到嘅牛，点都唔及得你翻去睇佢咁满足。唔实际噶，系唔实际噶。唔好讲。看个反骨仔咁样扇我，你咁都肯帮佢，即系同我作对嘅啫。你唔好误会啊，东哥，我同佢虽然系老友啊，但系都好耐冇见面啦。如果我知道佢得罪东哥嘅，我门口都唔俾佢入啦。东哥，我讲真噶，早啲讲，咪唔使流血啦。呢啲系讲真话嘅代价。如果你呃我嘅话，你就冇命使。以前呢度系池塘嚟嘅，我哋细个成日都喺度捉鱼嘅。嗰度有棵树嘅，都唔知去晒边啊。环境几清静啊！呢系好清静噶，呢度乌蝇都唔多只嘅，走都喐都去晒特区揾食啦。如果唔方便一齐入去，我喺度等你。咩唔方便啫？我介绍下啲特色俾你睇下啫嘛。
你阿爸嚟噶？系啊。有啲嘢宁愿做错都唔好错过，或者佢哋都好想见你咧。咩啊？边个话唔想见佢哋啊？俾啲惊喜得唔得啫？真系矛鬼烦啊，女人真系吓。于队长，佢嚟探亲嘅，有乜嘢一阵先讲。很久没回来了，15分钟够不够？不过又要走了，身体，阿仔，我唔跟嘅。哎，姑娘仔，慢下橙啊，啲橙好靓啊。做咩粒声唔出嚟？点解唔似你？佢哋好关心你，问我你喺香港犯咗咩事。我冇讲到，我只系话你谂住翻嚟乡下开一个好大嘅农场，养1000只牛。你想同生活根本就冇分别。我希望两位明白你们的处境。你们到处乱闯，不但替自己造成危险，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。回到分局后，我马上安排你们回香港。吃饭啦，大家辛苦晒啦，吃饭啦。我哋冇嗌过饭喎。唔系咧，头先有人俾咗50蚊我，叫我攞啲饭嚟俾阿于队长噶。队长冇嗌过饭啊？喂，你哋冇人叫我饭啊？冇人嗌饭啦。我冇送错，冇送错。小心。停车！唔关我事噶。放开他！叫你送饭的人在哪儿？你都冇几远啫，嗰边啊！带我们过去看看。快啲！唔关我事。你哋夹住啊！真系唔关我事噶，唔赖我啊！冇嘢，同志，借个火啦！
转头。入边有冇派出所咧？下边唔知有冇厕所咧？哎呀，你唔好讲啊，我都好急尿啊！救命啊！我哋嘅队员牺牲咗2个，伤咗5个。群众有17人伤亡，仲有部分喺度抢救紧。军火专家都证实咗爆炸由硝铵炸药引起，现场并冇留低其他嘅任何证据。于队长，对于发生嘅事，我抱歉。别说了。2个钟头之后，我们会转接你们回香港。至于你们的行为后果，我们会向港方追究的。报告队长，我哋啱啱接到电话，话大门口会有突发事件发生啊！我哋已经派人出去噶啦。散开！快散开！喂，头先嘅表演精彩嘛？精彩！唔好咁快赞我住，陆续有嚟啊！你想怎么样？2个钟头之内准备1000万，如果唔系，你头先见到嘅表现喺市中心再重演一次。2个钟头我凑不到1000万。呢个系你嘅问题。2个钟头之后攞嚟红岭中路嘅电话亭，不过我要陈康同埋个差婆一齐攞嚟，系咁啊。喂，喂，唉，有排都唔使旨意翻香港啊！于队长，我个人绝对愿意参与呢次行动，请你安排。咩啊？唔使望啊，可以望我份咩？啊，于队长，我想要件避弹衣啊，最紧要嗰只咧。谢谢两位合作，监察红岭中路所有电话亭的线路。同时联络所有分局刑侦队，随时候命出发。神射手到红岭中路有利位置做好先头布置，爆破组也到红岭中路外围候命，给他们装通讯器和避弹衣。你哋冇黑眼瞓啫嘛，咁你等法好闷噶嘛，又唔知咁多几时嚟。你放心，我们在任东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布置了刑侦，尽量在你们交钱给他之前采取行动。喂，你有冇谂过啊？佢能打瓜我先攞钱啊？佢咁憎我。你放心啦，我都好憎佢。闭住啦，上次冇打瓜佢咧，如果唔系使乜咁啊？一早翻香港饮早茶啦。喂，不如咁啊，翻香港啊，至多。
长，对方用无线电话，我哋冇办法跟得到啊。接电话。喂。靓女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嚟。你而家望佢哋嘅左手边，前面有个公园。如果三分钟之内你哋都未到，就见唔到我嘅。啊！啊！走。喂，于队长，任东要我哋三分钟内去到前面个公园。我会抢先派人去接应你们。家族人员沿途接应，保护范围缩小50公尺。一组人员立刻抄近路去公园布置，行动不可以张扬，在2分钟之内完成。队长，哎，我是胡官，准备要征用你的车子，给我听送货，连他一块征用吧。快，快，快，快！边度？而家喺东武百货公司门口，我哋会赶到嚟。唔使啊，你哋而家入去百货公司，就会见到我。于队长，佢叫我哋入百货公司，我哋而家入去啦。知道了，现在所有单位人员注意，目标有可能在东武百货公司。乙组人员继续布置，甲组人员停止前进，等候指示。其余的队员尽快混入百货公司。三支长火，下面三枪一段，注意不要轻举妄动，随时跟我保持联络。楼高八层，总共有12个出口，每个出口都有我哋人喺度，在周围制高点布置枪手。系，爆破组随时行动。系，东哥，唔使咁大镬系嘛？我夹埋都帮你打开咗啦，分咗钱我哋咪走啦。而家咁搞，我有钱都冇命使啦。多谢你提醒咗我，咁我可以悭翻你嗰份。唔好啊，东哥。我只系讲下咋，傅文杰，傅文杰，我知你一定会嚟，但我估唔到个反骨仔都咁狠。东哥，我嚟同你道歉噶。我哋两个条命，同埋啲钱都喺度，放咗下面啲人。钱？夹埋里边大把啦。你以为我傻？我相信人民政府可唔可以1000万个任东使？于队长，我知道你听紧我讲嘢，咁你听清楚咯。由于你嘅唔合作，搞到我啲手足好忙。喺大堂嗰度有100公斤嘅硝安炸药，拨通咗市电，威力麻麻地大嘅啫。我手上有个掣，半个钟头之内我见唔到1000万，我就会唔开心。手震。咁坐阵，15分钟之后，呢座大厦唔会冧，肯定少一层。叫爆破组来。
尽量拖延时间。十五分钟之内，于队长，你可以救翻几多人啊？为咗表示我嘅诚意，我先落啲地，包咗个反骨仔嚟睇。我冇用，你估得啱，袋入边系冇钱，不过有个炸弹，威力唔系好大，足够炸死我哋三个人。放咗下边啲人，我同呢个问题好易解决啫。好嘢，跟你学嘅啫。一千个帮一个，边个着数啲啊？我知道你唔会帮，我从来未听过做贼嘅肯同归于尽，因为我先系叫殉职，你先系叫失手，系咪啊？咁我一千人陪你冚个旗啊！东哥，唔好咁嬲啊，万大事有商量、啊。无谓搞你一镬爽啊，系咪？吓我啊！我信你会殉职，但系我唔信扑街会咁伟大，一齐死嘛！好啊，一齐揿掣，揿掣啊！唔揿啊嘛，咁啊冚个屋企啊！一百公斤硝胺炸药，只需要二十伏特嘅电流，推动十至八公斤冲击力嘅信管，就足以全部引爆。但佢接通咗市电，证明匪徒对炸药唔系好熟悉。通知司令局，随时准备停电。系，杨小姐，尽量配合我们的行动，马上去切断百货公司的后备电源。后备电房喺边度啊？在大堂家具部旁边的楼梯直下地库，就是配电房。又要经过大堂。行啊！跟动！挡住！
老总，我禁止装，我禁止装，雨虹啊！通知市电局五分钟后停电。严小姐，我们在五分钟之后行动，尽量在五分钟之内切断后备电源。走，总爷。 爆炸弹又炸电缆嘅，故意逼我哋截断电源，然后炸开呢度走。喂，我哋而家应该点啊？查下先讲。喂，睇住啊！知啦。你唔好乱嚟，你走唔甩嘅。上面，而家全部系公安，个炸弹就嚟爆，知我而家冇办法翻到转头噶啦。 队长，烟囱已经受到控制啦，马上疏散。杨小姐，我不管你在哪儿，尽量在三分钟内离开百货公司。 我宁愿炸死都唔想俾人拉去打靶。我同你一齐死好应该啊，不过佢就戆居啲啦，想佢死嘅咪禁制咯。不过我睇你都唔似系攞朋友嚟教飞嘅人啊，你要3秒钟时间考虑。一、二，咪住，等我阵过嚟。接住。 受了一点轻伤，老队长，我哋用清理紧现场，暂时仲未揾到任东嘅尸体。嗯，喂，于队长。
又帮你立咗大功喎，要嗰啲啊奖金啊。要上再说吧，开得上车。喂喂，冇奖金都系奖牌啦，话晒都民族英雄啦，系嘛？喂，小心啲，我民族英雄嚟噶，喂，谂下佢啊。嗯。想长命就冇出声啊！任冬啊！不要落来！估唔到做唔到英雄，做烈士添。你唔会有事噶。我吓咗你咁多次，都应该俾你吓翻次啊！我话俾我老豆听，话我去咗澳洲啊！唔该你啊！我唔会啊！